一项任务。来啊！团结，团结，来吧！啊！不行了，哥们儿，别踢着机器啊！我用冰块让我先敷一下。啊！宋江，团结，团结，哎！宋江，我不会死的，我看好你，我不会死的，你会的，相信我，奇迹的发生。我就挑战一个不可能的事情，第一天嘛，这个游戏，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体现我们团结为队友牺牲的精神。牺牲好大哦。哦，你故意的，怎么没有？怎么可能？我心跳出来了，快点了！等一下，马上。他们已经输了，他们一个人用200多秒，感觉。哇！哇！两个，哇！还跳花，还双飞。年轻啊，你年轻啊！我来说，你年轻啊。没有，我们这里会追回来的。他已经用了5000多秒了，一头汗啊！快点，好球！好强！败了，败了，我也败了，我也败了。要帮着点慢。我爱你，老鼠们加油，老鼠们加油。
漂亮，大彪，你好听吗？大彪，走，还够不着。但是我要试一下，我是不是碰不到他？我不不没没，跟成绩没关系，我要试一下。谁知道我们没有一起？谁明白这？对不起，应该我先给你跑。对，其实还有一个，其实涛哥，我很感动。你感动，但是你心里在笑。真的，你有体育精神。真的，我刚才给我一个接力的跑到这头，还是跑的那个。哦哦，袜子要脱掉。袜子别脱。要脱。袜子别脱。要脱。我先试一下。哦。二十个是吧？听笑声啊，笑声一吹你就知道。加油，马松！
慢点，不急不急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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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可能性很大。重新再来，你要快点。好，重新再来啊！我求你，那个单杠可以低一点。没戏，薇薇，你没戏，你没戏。自己上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也能走得比你快。他都比你快呀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
要说要保存力气。这回我们八十秒，来，一二三，耶！黄队必胜！来，准备！来，准备！越来越破，会越来越。加油，快跑，快跑几步。没过、啊、我们期待一下，期待多少来吧，不想知道也得知道，你必须得要知道，来吧来吧，先行吧，1 2维京酒店，对，线索一，线索一，十二生肖中蛇的顺序，就第一个字嘛，这个我不懂。蛇，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六六啊，我觉得应该是跟六有关的数字。其实宝强他们那组优势很大。加油，加油，冬香！啊！坚持，坚持，坚持啊！坚持啊！过，一定过，一定过，一定过，他们应该是过了，一定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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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一分十二，绝对不会多过一分十二，一分二十，一分十二，一分三十，来，一分十二，五，一分十二。今天的任务是在挤压板上跳大绳。还是跳大绳，你们还想出手吗？想想想，我们在频道很好，所以我觉得这套衣服你是最好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就让我第一个跳楼是吧？对啊，打前面呢。来，我们先试一下好吗？来，好，好，不是，三姐再见，不好意思。我想刚才我申请第一个，我现在可不可以换一下，换成最后？不可以，军中无戏言的。无戏言？对，无戏言，军中无戏言。大黑牛，放肆！现在对我出手，老爷，就这都好。为什么给我一个吓人的衣服？一、二、二，走。好，好，好，快进来，好痛啊！快来吧，啊！快动，赶紧快进来，好啊！啊啊啊啊啊啊！快进来，快进来！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好好，有硬的，有硬的。你们能不能快一点进来啊？跳得非常好，不是，我们现在我们已经被你们的那个舞技神技所迷倒。我不要当第一个了，你这样太好了。你这样到最后一个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跳了100多个了。这次这样，我觉得超哥可以当第一个。哎，好。都别动，都别动，加油，加油。没问题，我相信兄弟们，这回我第一个，好吗？好，好吗？好，相信我们了。你好，你垫后，我垫后，我垫后。好，你让我先歇一会儿。我第二，我第二个。你这个慢一点啊，慢一点。你知道有多硬了吗？好硬啊！这次跟以往的不一样。我说大家，大家一起。大家一起，果然很强啊！宋轶，我觉得二十个没问题吧？你刚刚觉得你第一个上也没问题。好，兄弟们，舒服十下，来吧，十个来，来吧，舒服十下。OK，we are family。Family，family，family。没错，你又写一会，不是家庭吗？写一会 ，family，family， family、oh, 有区别吗 ？family，family，family， 走你，谁？对不起，这个真的是我错了。为此，我愿意说点我的母语给大家听。为什么说母语？对，我要 family。One, two, three, go! Go! One, two, three! 哥吧，导演。啊，让雄哥吧。哥，我们连二个，我们连三个都跳不过。哥，我已经放水放很多了。导演，我在挤压板上求你。我觉得十个应该问题不是很大。十个，五个，十个问题还可以。好，谢谢 baby， 五个，谢谢 baby， 我觉得让那哥们拿锣跟我们一块跳特别好。跑跑跑！
下关了。逻辑我们用的。干嘛？我们用一下。干嘛？就用一下，好吗？干嘛？你这样，你去了你就知道。干嘛？姐，我们用一下，我们非常需要它。你看，来了。他在追你。他在追你。各位兄弟，来跳一个。哎，我就敲一个。有钱的给一个钱掌，没钱的鼓鼓掌，鼓鼓掌啊！加加油 ，OK， 来了 ，Let's do it！ 哎，我大家看看这个鸡贼的人，我掉下来了，就五个，一下就过了。来，别讲话了啊，听罗胜啊，王保罗，听你的了啊，来，保罗，王保罗，准备啊，走一。谁没过来？我再说啊，这个裤子，拉上来，坐下，拉上去，拉上去，来，拉上去，别了，来，真的来了，好厉害了，现在真的来了，预备。不是你们，是他。就是他。你为什么不画的大一点？你不画的大，我们一定要。没有，我觉得还有他。预备，走。对不起大家。一、二、三，等你。哎，你说咱们连这个都过不了，你说后边怎么押送这个货运？是的，我们怎么这个最基本的，最基本的，给我们，什么？抽签获得数字，七人都需要在指压板区域内，但只能用该数字相同的角作为支撑，坚持十秒后击获成功。那还行。这里有一到九的数字，你们抽出的数字是多少，就表示指压板上你们总共可以用几只脚落地啊？不会抽到六吧？哦，可能二。我跟你讲，抽到二直接反身跳清弹箱里就好了。一呢？我们七个人有多少？有多少双脚？14只脚。难道有15只脚吗？就是我少一只没关系了，你智商是 OK 的，你智商是 OK 的。对不起。但是手掌也算脚吧？手掌他说可以，只有手掌和脚可以着地。手不算脚吗？手当然不能算脚了，我知道，好愚蠢，我没有逻辑啊。这手不算脚吗？这什么问题？我帮你，我也想问这个问题。来吧，先要抽数字是吧？你抽个十字，14就没事。奔跑吧兄弟！奔跑吧零度，奔跑吧兄弟！本栏目由上海大众汽车奢侈宽体轿跑 Lamando 零度独家冠名。Lamando 零度将于1月9日完胜登场，零度轿跑魅力战袍，苏宁超市海量好年货网购送到家。本节目由苏宁易购特约播出，本栏目指定用水由水庄贵族百岁山独家提供。
我懂，我们不要跟他玩了，我别跟他玩，走吧走。你运气太好了，好吗？队长，队长，今天的嘉宾应该不重要的。我讨厌你，我讨厌值压板。我抽出来以为是奇遇，你现在在我眼里就是个值压板，你是小冬笋，你是一个比较大的小冬笋。说验证也可以的。要验证，我要验证。我觉得里边可能根本就没有石子。哇。太好了，你就成了五眼仙了。欢迎当队长吧，七个人，一只脚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简直有坑兄弟了吧？说了我没法做人的，真的。我们可以玩七个人叠罗汉。Baby， 我爱你。只有你刚才说出了方案，他们一直在损我。是一个人坐脖子上吗？一个人在前面，然后把两只脚挂在另一个人的肩上。那等于就是趴着，对吗？对，然后把那个脚挂在后面人的肩上，然后一个一个这样下去，最后一个人。好有智慧啊！好聪明哦！来吧，快来吧，来。你或者竖过去呢？啊！因为拐弯了。来了，开始了。快！一二二啊！太重了！等一下，我们是刚刚是不是失败了？我们败了，我们再抽一个，直到成功为止。我们不要这一轮的线索，我们失败就再抽一个。我们再抽一个嘛。我出钱，让嘉宾走吧。我们玩评分，这样是这样，我们只是调侃一下，我们只是为了节目效果，真的以为我们做不到吗？真做不到，我们是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就是做不到，是做不到。开玩笑，没有开玩笑，干脆把这磨成针好不好？再磨尖一点，求求你们，直接针灸，用指压板针灸板。针灸也对身体很好的。没事，我们可以的。来吧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是得全部做好，就跨抬坑，抬坑上去。来了，来了，上板啊，上板，上板。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啊！绑住了，你真想的绑住了。我的脚很香的，不用怕。不是你离得太近了，我要退后一点吗？当然。哎呀，我还在上面磨，救命！快点，跳上来，好，加死了，哪里啊？跳到哪里？小鹿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吓死我了！你别用力，我们可以做到的，我们可以的，我们是兄弟们啊！好，来，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呀！我跟你说，脑仁很疼，我的肾都好了，好吗？哎，你的脑仁很疼，就是我将来绝对生双胞胎，我告诉你。真的摁到穴位。我觉得指压板好像按到我的小穴，根本听不出来。一二三起就必须都得起来，对，都起来一块起来。刚才我们坚持起来，他都没起来。啊！不要！我来了啊！啊！完了！起不起？我起！好，来吧！来吧！
客气。拿走。你要让我一个人承担几个人的重量？怎么了？陈哥把脚也放过来。这个贱人。快点啊！啊，来吧！你为什么要拿脚？我屁股干嘛？来，1、2、3，起！呀！超哥下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来撑他吧，可能你撑不住。他太重了，好，真的是。陈赫，你在最后一个，我不要，我就要在这儿。我们有没有可能是人字形 ？V 字形，最后一个人都要撑两个人的重量。那就最轻的人呗，最轻。祖蓝，我跟你是 V 字形的最后，然后陈哥你在 V 字形的最后，然后前面这样子来吧， okay, 可以，来吧，来来来，来，对，好吧。V 字形 ，V 字形，过来吗？啊。陈赫，咱站在后面。我的，把 baby 压死了我。你站我前面吧。再前一点。哇 ，baby， 你敢在凯凯的后面？我怎么？你放心吧，你放心吧。来。啊！架子你知道吗？架架架。哎呀！架子你知道吗？架架架。哎呀！哎呀，形象啊，没形象了。怎么了，大哥？你这会儿还要在乎什么形象啊？怎么都可以，还要头巾。可以了吗？来啊！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你不用看，撑起来就好了。快点，一墨迹了，2、3、7。你不是说可以吗？你卡住我的颈脖子，你行不行？到底行不行？师傅，我太重了。祖蓝，你换到宝强前面去。没有，或者我跟他换。你这样，你在前面。你跟祖蓝换，你太重了。让他来，让宝强来，让宝强来。我们的妈妈看到这一幕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妈会哭的。你死了。啊！啊！好，我们这次只能冲锋，不是吧？1、2、3，起！起！起！我的妈呀！你真的很高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兄弟们，再给我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。不给你机会，我就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我抽一次，抽一次。好，好，李晨来。什么？自由！我说什么来着？观众朋友们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。没有骗人哦，绝对是自己偷出来的酒。哎，我不懂怎么数学怎么样？十只脚啊，不不，现在12只脚。对啊，我14只脚。已经生效了，不能再玩了。我已经数字已经弄不明白了。是12只，你说对了。那个不要骗我了吧？那个不是人，你看他现在已经开始拆，他在报复。那我们多少个人用一只脚？我动不了了，快一点吧。我觉得 baby 跟郑凯，你们俩人在前面摆一个什么特别很轻松的样子。我们就用7只脚，再还你2只。再还你2只。还你2只。你给我8只，要我有2只好不好？但是宝强有脚气啊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不要举起我们的脚。好暖和呀。
好暖和，这种感觉好暖和呀。三七七七，奔跑吧兄弟，什么小猪臀？肤肤肉夹馍，穿上肉肉服，通过各项障碍考验，每轮最先成为完整肉夹馍的队伍获胜，前三名可获得美食排行榜的上中下等线索，并获得一次更换机会。我有一个担忧，他俩绿队怎么在一块儿？哎，对，看一下他俩。脱掉，就是踩，就是踩着，我不行，我感觉不行，这干嘛？哇！这个真傻玩意！天哪，太久没踩了，这个。没事，我真的这样好一点。你这样做太没安全感了，祖蓝。真的，咱真的，我这样真的舒服一点。你给我进来！我真的，我真的，我看下面舒服一点啊。好，各位各位，预备。
轮获胜的是陈队。把那个水壶给我，来来来来来，不要叫太多，不然真摆不起来了，听不见。你这行吗？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还好，行吗？我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来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咱们比赛快开始了，对，我们就是那个鼓励他们的新型的园丁。本轮获胜的是黄队。耶！同一个地方，这怎么就这儿慢了呀？好痛！我刚才起速度是够的。
站起来好好看。哎，咱们这有水吗？站住了啊！可以在地上滚吗？我已经再也不想踩那个小竹笋了。可以滚，当然可以。你集体来，你俩那个方块你怎么滚？可以，对，我要研究一下战术。很滑了，冲冲冲冲冲冲冲，一二三，哇！团结就是力量。在15分钟内，两队按照节目组给出的有限条件，在指压板上完成指定动作，并坚持10秒钟。这我们赢定了。为什么？啊，我们都没有回答，好不？谁敢回答？因为这个我们做过呀、啊。啊，不行，快一点了，我不能生孩子了，我妈会哭的。女生很多不怕痛的，很困难吗？对呀、啊，要15分钟去做。上期了什么动作？上期了什么动作？你们是不是不可以露脚？可以啊，露脚，露脚啊！为什么不能露脚？为什么？来，姐妹们！到现在为止，男队今天并没有取得过一次胜利。那不重要，那不重要。我不喜欢你这样的，我说了，你知道什么叫触底反弹？就是一个突破，我们不会放弃的，就像我们身上这身红一样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说 ，Are you ready？你们说，你可以不说了，我输了，输了，咽回去，咽回去吧，咽回去。都不要碰到这里，应该是。哇，天啊！不，志玲姐不疼哎。啊，哇，你踩这个硬的不疼啊？志玲姐，你不疼吗？很疼，疼，疼，疼。
终于看到志玲姐的 bug 了。志玲姐因为太高，所以她疼痛的反应到脑袋上是很慢的。没错，医生也是这样说。就长颈鹿打了这里一下，然后要五分钟之后再反应。接下来有请男生，这一轮男生的第一个动作是再难一点，再难一点，说出口先卡住一下。一张脸，你是耳朵，一个鼻子，一张脸是吗？一个舌头，四分之一个屁股，一个小舌头，一个眼珠子，四只脚，两只手，有脚就好，就没了，就没了。计时开始。哎，好简单，两个人倒立，四个人在后面。你们先用两只脚，你们先用两只脚，我们倒立好了，然后你们再蛋脚，好不好？我来倒立。啊？背在我们身上。倒立得一只手是吧？两只手。然后我们两，他们是四只手啊。对呀、啊，然后抬一只手，抬一只嘛，然后我们互相抬。不科学。快点。问问你们先，你们先。来来来来来。OK，two three，OK，two three，OK，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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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你把这个搭在我这儿，哎，不行，两腿搭上，对，不行，不行，单脚，行吗？行，行，不行，走走走，走，快点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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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我的，哦，我想到了，好点，不是，哎，这样到位，对，对，一只脚啊，这个手在上面啊，手好疼。不是，他正面倒立就好了，把脚给我。不，这样就行了。不，好的，你们两个这样做地基，特别稳，特别稳，一定要有地基。好好，地一定要有。然后你们俩把那两个胳膊搭在一起就行了。来，好好好，不要拖，不要拖。一二三。哎，你们俩把那个手都搭在一起，对，快，好嘞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五、六，哇！恭喜红队完成了第一个动作，眼泪都出来了。有吗？我不，你再给我看看。什么？对 ，OK， 也对，也对 ，OK，OK，OK， 好，好，没对，正常，正常。啊！哦。你知道有多重吗？怎么、啊？真的有用？什么？什么？真的有用？还都在看。屁股上已经有了小竹笋，永远挥之不去的。小竹笋。底下也有吗？底下很多，有。接下来请听女生的第一个动作，三只手三只脚，没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弄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弄。计时开始，来来来，应该可以的了，有啊有啊，好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背你们来。背是确定背的吗？背一个，那他的手背怎么了？我怎么了呀？我玩高难度，高难度啊！来，哇哇哇！都给了，你行不行？没有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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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时候合张影是挺好的。没有小钱。
我觉得我们赢了。好，小心，哎，你先上，我一开始就上去。别别别，快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！快上，好，就这样。下面三个人要互相借力，没错。下面你是这样的嘛，对吧？对，你是这样的，但你要互相借力啊。啊，他得互相借力。底座你要互相借力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没弄好，还没弄好，重新来，重新来。啊啊啊啊啊啊他们如果失败，我们快速的给他们演示一遍。不要演示，这题目给我们，可以吗？我们就结束这一趴，立刻就演示一遍。不行了，其实你可以选择放弃的，今天可以选择放弃的。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。我们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起来，你加油。一只手叠一只手，就等于有两只手在上面了。算了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，下来吧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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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。哎，我们给女队加个油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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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了！啊啊啊！一二三四，四只手。倒计时，十。加油加油，六，坚持啊，五，太辛苦太辛苦了，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辛苦，力量不够力量不够，这个太难了，这个太难了，来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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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吧，没关系，膝盖碰到位，痛吗？还好不？已经非常厉害了，竹笋手。还有九分钟，时间还没用完。时间还没用完，再来一次吧，再来一次吧。啊，真的吗？还要来一次吗？我还不要放弃啊！我们不放弃，我们不放弃，不放弃。我们就刚才那样再坚持十秒钟吧。对，还会稳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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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面的人先趴，上面的人先趴。啊，左儿，左脚踩右脚。啊，左儿，左脚，左脚踩。啊，我感觉我掉。左儿，啊，左儿加油。啊，哇，可以。好，倒计时。十。十。九。加油！坚持住。八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六一，加油！五，加油！差一点。四，太棒！加油！加油！三，加油！加油！
练，哎呀，竹笋手，竹笋手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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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准备了冰桶了，看那个手，看那个手。恭喜女生完成了第一个动作。刚才的两轮，每一组都展示出了非常团结协作的精神。谢谢。我觉得真的，女生啊，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，真的也挺跑男的。我认为。现在男队女队打平，接下来我们进行最后一轮的加时赛。两组共同完成一个动作，同时进行，用时少的队伍获胜。大家要完成的动作是四只手三只脚，计时开始。四只手三只脚。三只脚。哦，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跟刚才一样。跟刚才一样。跟刚才一样。好，我再下来。来来来来来。我再下来来来。你们前面三个趴着，对，你们三个都在前面。然后我大背一个人好了。来，你到我的背上来。你不必赢，背都在你背上。可以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你们俩可以背在我身上，等大家都躺下再说。跟刚才一样，我们上面躺一个人的，这个躺一个人。小鹿躺我们身上就好了。对，你干嘛要那么极端？你可以的，没问题。你不要这样痛，你一个人这痛什么？快快快！怎么？你快不要回来了！给我一人一条腿就好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快快快！还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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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一、二、一、二！我加油！快快快快！啊！不行！来来来来，快！三，抬小腿，蹬车，来了来了，开始！你别摇！啊！啊！行不行？啊，行不行？好啊！十、九、八、快、七、六、五、触底反弹吗？我们不会放弃的。三、二，赢定了。一，时间到，恭喜男生获得胜利。给个特写喂。很可惜，女生刚刚只差了几秒钟的时间，因为脚放下来，脚放下来了是吗？是我的脚放下来了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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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了，很好了，没关系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虽败犹荣，太痛了，没关系，非常开心。哦，没事，好像不缓一下，没事吧？撞到半月板上了。啊！啊！我们手疼。啊！哇！真的疼。哦。呼！耶！我们赢了啊！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但真的女生很厉害，她们只输几秒，其实。对啊，我们动作已经做好了。我们输了。那个动作可以完成，我们还是震惊的，真的。那这一轮的获胜队是男队。给自己加个油。耶！
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浅色的竹笋？欢迎大家来到大连体育中心。大连被足球迷誉为中国的足球城。大连的球队曾八次获得职业足球顶级联赛的冠军。哇！今天我们将在这里进行一场点球大战。我跟你说，点球我很厉害的。就是点一下，对吧？对。请来领取任务卡。点球大战。点球大战，每队依次派出一名成员，两两对战，成员需要通过指压板赛道到达球门前进行点球大战。每人踢完两球后，攻守双方互换位置，进球数量多的队伍获胜。大家都看到了有指压板，所以今天你们是要光着脚来踢球的。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陈赫都不剪脚趾甲的，我就直接把球戳破了。我最近一直在练鹰爪子，你要说我就扎你扎你，你有没有剪脚趾甲？我就把球戳破了，我还把你勾走，我告诉你。在我们正式进行点球大战之前，你们有一次机会可以为自己赢得穿上袜子上指压板的机会。用生命都会拿到袜子，你们用生命来抢袜子，抢了半天是个丝袜。大家跟着音乐跳舞，音乐停止，选择一个你想跳上去的纸箱跳上去。三轮过后，场上留了几个人，那这些人就可以都穿袜子。来吧，来吧，脱，快。第一轮，准备。好害怕。三。啊，会有生物吗？又是我的音乐，我害怕。多放点。来跳上去啊！我亲了，你再跳一下，我不跳了，再跳一下，我不跳了，再跳一下。好，他是有的，是有的。哎呀，这一下，冰水，热水，快点！下面的很生硬啊。哎呀，足浴啊，很羡慕啊。一、二、三，松。这也是，这也是。哎呀，我怎么样？我是跳的水花最大的，有个奖励吧。第二轮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陈哥，我们队只剩你了。来吧，啊！哦，身轻如燕啊！你第一个，耶！不，他踩了两个箱子，作废。要不就是犯规，要不就是站在上面指定一个，马上过去。就前面这个吧，一二三，跳过去。一、二、三。哇，你把箱子，你看这牛真能把踩烂了，踩空了，你把它踩破了，天哪！本轮淘汰的是李晨，哎，第三轮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郑凯，这个就好了，这个箱子长着一副袜子脸，我跟你讲。
我来帮你。一二三。袜子脸了。Baby 和祖蓝可以穿着袜子上指压板。哎呦哎呦，好开心啊！两队各派第一名出战的成员，我估计我跑到那里我已经死掉了，没法踢球了，这已经。第一轮准备，3、2、1。哇！真的好怕指压板。好球！好球！好球 ！No！ 哎，这么大球门，你非得踢他身上干嘛？内奸啊！我们经历了什么？比赛已经结束了吗？你个待宰的羔羊，怎么这么快？刚才给我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？你被他迷惑了，他是假象，啊，他演的，啊，2分了，他拿2分了，不会真的有内奸吧？回来了。哎，他们过去，你可以商量一下。啊，他们过去了，我们可以商量一下，一会儿怎么输，对吧？对，对，怎么输？那我跟你吧，咱俩就可以啊，好吧？那我怕我踢不进去，怎么办？想踢歪还挺难的。咱就是我们别大意，到关键数字的时候稍微冷静一点，对，可以先秃噜一下，给玩着玩着玩嗨了，对，咣咣，然后又对进去。关键球就是要眼神沟通，看怎么不进球，或者是一定要进球还是怎么样？我们能不能拿到最佳演技奖，就靠这一切了。是的，必须得声泪俱下，别太浮夸，好吧？要走过去，你在指压板那停的那个地方就好了。对啊，你就假装你根本就过不去，你假装一歪，然后我来踢一个空门，你根本就过不去就完了。那太假了，不假就完了。可怕吗？这个 ？Oh my god！ 加油，加油！两队第二组出战成员第一次挑战，3、2、1。耶、yeah, ！加油！加油！我的妈呀！啊啊啊！哇哇哇哇！他好快，他跑得好快！空门，空门！
啊，好疼啊！来，拿劲儿踢，脚勾。没事没事，我换飞机了。耶！哇塞！不要用脚尖啊，不要用脚尖。他好快，他跑得好快。哎，你不疼吗？好，已经没有知觉了。两人第二次挑战，3、2、1。哇塞！哇哇哇哇！知觉的人Oh my god球叫什么？母爱之球。你是内奸吗，队长？有点气势，起码要点气势。呀，我来了！呀，啊！啊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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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衬托，你怎么回事？看衬托，祖蓝靠你了，我赔了，真的吗？哼，这是我的弱项，来吧。两队第三组出战成员第一次挑战，3 ，OK 吗？二，不 OK， 一。哇，没有好多少！啊啊啊啊啊啊！哎哎，没有好多少！犯规啊！啊！你在干？你是内奸吗？有用吗？哎，那么远怎么捡？我跟小鹿有什么分别？还有一手，走开！不要看祖蓝个子小，玩球的功夫谁也比不了。你是我们队的吧？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哎，他这个地方怎么是软的？我觉得我抠到了，他是软的。绑我的那种，你知道吧？把我绑的，然后我就扑另一边。太痛了！ Okay, 来吧，第二次挑战。3，给我这种弱势群体一点。1，弱势群体一点。啊！你看这个胖子，干嘛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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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贺哥特别像一只大恐龙，对，太粗壮了。爆发！你们要输哦！陈乐，哦哇！陈乐，哦哇！哇，祖蓝太厉害了！哎，我是想听那边的。脚有问题还是球有问题？现在目前两队比分是打平的，所以你们两个人影响着最后的结果，就看你跟大平牛了，就剩你们俩了，就剩我们俩了，决胜。想要赢很难，但是要不露痕迹的输掉每个环节也并非易事。第一，我跑慢，你踢空门，但你得保证踢进去。踢空门还踢不进去啊？但别输啊，就是现在平了。李晨的脚戴着手套。什么意思？你教坏小朋友啊，手套不是戴在脚上的。准备，3、2、1。涛哥加油！啊啊啊啊啊啊，太好玩了啊。哎，看别人踩太爽了。我在想小迪是怎么跑过来的，小迪脚步是没有知觉的。可以踢对方球员的脸吗？可以啊。你踢得到吗？陈赫会好听一点，我脸找你球。走开，不要搞啊，这球太关键了啊。这熊踢得真好，角度极其标准，真的漂亮，对吧？目前比分是红队7-5，黄队3。来吧，一定要打平啊，一定要赢啊，两球。来，两人决胜轮准备。我们得有一个配合，最好你最后你想飞得特远，赢场地，然后踢那个空门。好，好吧。3、2。进了还有一球，进了还有一球，
什么呀、啊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还真的得有点判断。那你的判断，手套飞出去是什么意思？我想迷惑他一下。涛哥加油！嗯，你要抽筋了已经，你斗鸡呢？哎，涛哥在跳舞。先破坏他的心理防线。刚才都已经偏到了，结果没有踢。一定要进啊！好紧张啊，腿都软了。一次机会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好好踢一脚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觉得你们今天输的挺多的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最猛。你确定吗？你确定吗？红队继续获胜，黄队继续获胜，继续失败。Baby 第一次回来，我们队就这样，都怪谁呢？魔术怪你们啊！我觉得我们这一队有三个内奸，有三个内奸。